哇！突然间呢啲声好吓人喎、啊。而家钟都冇化，赶住出门口啊。咁咧，而家七点几，头先咧有人喺屋企咧，突然间有啲休克，同埋皮肤敏感得好犀利，只眼肿晒。咁而家我哋喺的士嗰度啦，咁去最近嘅医院就要15分钟嘅。今晚就系到咗呢度啦，佢问我哋咧要去急症啊，定系点样呢？我话急症啦。而家突然间安排咗呢间房，咁应该系揾紧医生啊。头先个男护士都几细心，系咪啊？细唔细心啊？系咯。头先个护士。男护士话呢间医院系同康文医院同埋一啲大嘅医院系同一个级数。咁呢间医院咧就我观察咗好耐噶啦，同埋我见咧泰国政府有咩大镬嘢啊，有啲咩宣布啊，跟住都系咯，呢间医院有份咯。哇，无啦啦有事要入医院，到底泰国生活如果无啦啦有事入医院咧，应该点样安排呢？阿凡今晚做咩入院，睇咗几钱医生？呢间医院值唔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呢？会唔会就喺你屋企附近呢？咁好啦，喺会员区详细分享，到时见。